合体立委候选人黄捷到市场扫街。我有很多朋友要钱。OK。两人一现身，立刻吸引民众排队抢合照一波，也现场大秀一段舞蹈。抽空前来替黄捷加油打气，正是因为之前曾经一起在这个世代专场上合体跳舞，这回再邀请到波比天后，要把婆妈的选票吸过来。那我们同台之后，就有很多乡亲说，哇，那有没有机会可以让，因为这个没有抢到票的朋友，可不可以现场也看到？来到。高雄每一次回来呢，我总是回家的感觉，对，就是有回家的感觉。那这次呢，要来支持我这位妹妹黄捷，你已经人设崩坏了，不管你再找任何的人来，我想都没有办法去抹灭掉你违法的事实。对于对手打出名人牌催票，国民党陈美雅不以为然，持续按照自己的选战步调，一有空档就到市场拜票。谢谢哦，谢谢哦，谢谢哦。地毯式扫街之外，也在脸书开吃播，用美食拉近和民众的距离，而喜乐岛联盟的郭贝宏则是和青创团队合作打造低碳宣传车，单箱广告由自行车载着满街跑，停等红灯立刻吸引骑士目光。这回找年轻朋友秀创意，主攻青年选票。我噩梦就是讲，咱会当把这个阻碍吼，来排除，让咱的少年人会当发挥伊的创造力，啊，让这个创造力。选战倒数阶段，三方阵营各出花招，全力拼胜选。华视新闻消息陈信源、许立森高雄报道。Hello， 我是谢嘉璇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